如果你认为我知道自己有 COVID-19， 您可以和其他人在一起的前提是症状首次出现后10天，而且在不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至少24小时无发热，而且其他症状有所好转。如果您的 COVID-19 检测结果呈阳性，而您又没有任何症状，您可以在别人身边的前提是在您接受 COVID-19 检测后10天。如需了解详情，请访问 cdc.gov/coronavirus。 与他人保持距离有助于减少 COVID-19 的传播。以下情形需要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或6英尺的距离。在您家中，当某人患有或认为其患有 COVID-19 的时候，而且外出、室内或室外空间，当您与不住在家中人相处的时候，当你与他人共享时光时，请谨记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或6英尺的距离，佩戴口罩，经常洗手或使用洗手液，而且尽可能远离人群拥挤的地方。如需了解详情，请访问 cdc.gov/coronavirus。 与他人保持距离有助于减少 COVID-19 的传播。以下情形需要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或6英尺的距离。在您家中，当某人患有或认为其患有 COVID-19 的时候，而且外出、室内或室外空间，当您与不住在家中人相处的时候，当你与他人共享时光时，请谨记与他人保持至少2米或6英尺的距离，佩戴口罩，经常洗手或使用洗手液，而且尽可能远离人群拥挤的地方。如需了解详情，请访问 cdc.gov/coronavirus。 如果你认为我知道自己有 COVID-19， 您可以和其他人在一起的前提是症状首次出现后10天，而且在不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至少24小时无发热，而且其他症状有所好转。如果您的 COVID-19 检测结果呈阳性，而您又没有任何症状，您可以在别人身边的前提是在您接受 COVID-19 检测后10天。